在桃园的八德市场，有这么一家打败了上百家市场的熟食摊，拿下了2014年桃园上好摊的银牌。他们选用的是温体的放山鸡，肉质 Q 弹而且紧实。先用低温煮两个小时之后，再用三种糖去烟熏，让香气能够更浓郁。放凉之后切开，晶莹剔透的鸡汁冻就像果冻一样镶在鸡肉之间，入口即化的滋味更加浓郁。现在传到了第三代，生意越来越好。100块，你要帮你切一切哈，什么都不要加哈。阿姨准备了一份。好饿了，我也很饿了。我看到那鸡才想吃。来，这两个是那个什么？哎，今天怎么会有空来这边？有没有玉米鸡？玉米鸡有。整个早上，剁鸡的双手没有停过。这个熟悉的声音，第三代刘慧文从小听到大。很小的时候，因为妈妈在做生意，没有空照顾我们，所以是把她带来菜市场里面，在那边就是可能就是坐在那边，不然就是睡在那个餐底下。然后妈妈在剁鸡肉的时候，我们就躲在下面睡觉这样子。陈家母女的市场人生开始的很早，原本应该无忧无虑的求学阶段，两个人就得开始分担家计。刚上国中的时候，我们家就开始做这一行的。啊，因为我是家里老大，所以就必须帮忙弄一弄，才有去上学。那个都是因为小孩子嘛，大概3点多起来，帮忙再去上学，都会羡慕同学啊。穿得漂漂亮亮的啊，假日就可以早出去玩啊。来烫一下的话，把那些铁水渣子稍微烫一下。每天凌晨4点多，他就得准备将当天检验合格的温体放山鸡下锅烹煮。刚好最好是2个小时以内，因为鸡肉是高蛋白，它时间越久以后就流失了那个营养分啊。甜分什么都会流失比较快，那你用手把它什么锁住了，把它锁起来。牺牲睡眠时间是为了保留鸡肉的鲜甜。市场里做生意，时间长睡眠少，节庆前后没睡饱是家常便饭。年节做好回去以后，钱交给妈妈，妈妈讲一句话：先看看一下冰呀嘿，我要先去睡觉。后来自己接了以后，年纪到了也想到，妈妈以前为什么会说先坑一下逼啊，我后面去睡觉了，年纪都来不及睡，就因为太累了。接手妈妈的鸡肉摊，用3种不同糖，让烟熏香气更浓郁。放凉切开，还可以看见晶莹剔透的鸡汁冻，仿佛果冻镶嵌鸡肉中，入口化作浓郁滋味，为鲜嫩肉质更加分。比好吃，因为它这个是用甘蔗鸡嘛，然后那个烘烤的那个皮，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皮，对啊，所以每次买回去啊，差不多2餐就把它吃掉了。他来这边开我就过来了，以前他还没有在这边开，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他妈妈我就开始知道现在在大南市场，他倒是非常的香嫩这样子，因为他用多了一道比那个普通的鸡肉多了一道的手续，所以他感觉说他真的很香。好，卖酒多的我知道，我会记得我要进啊，那边人客啊，不然你上哪会要进啊。许多老客人是从第一代陈李英阿嬷吃到现在。40年前，阿嬷开始卖鸡肉，为了养大6个小孩。搬了摊无吃，啊，一群6个囡仔要吃，要读书，要吃饭，啊，才想办法讲啊，无来卖鸡吧，啊，人挂咯，摊无通好吃，尾后家己学杀，杀到是外卖呢，人客甲笑讲啊，当遐奈，遐人的鸡仔奈安尼。垃圾里头，啊，咱袂晓，做只沙袂晓啊，爱滚起来有咸泡啊，啊，袂晓创条啊，我也家己经验久，我拢家己个。没有人教，阿
妈只能自己研究。问到当年的各种心酸，她早就记不得，只有少了一个指节的左手食指，隐隐提醒着她当初起步最辛苦的地方。做不多久我就动了，也不知道野菜刀，现在都不知道野菜刀了，啊，鸡巴不知道是谁的。尽管少了一截手指，阿妈的决心从没被击退。现在七十多岁了，女儿负责鸡肉摊，老人家还是坚持不退休，负责做咸猪肉，连食材都坚持亲自采买。我讲，这块细条我不爱讲。对，头啊无得较开一下咧。我这生的，不是你生的呢。哦。啊，伊当然低有中就较水，啊边啊就较歹啊。爱较水的，爱较瘦的，爱较瘦，像这就是较瘦。瘦生起来唔知好食，伤肥人客送要买。伤肥，啊我唔知阮拢爱找水的吧。皮肥瘦三层分布均匀，才能确评中选。蒜头、黑胡椒和中药等腌料腌制一个礼拜入味，再交给孙女刘慧文料理。我也是想说，把传统事业这种行业，还有毕竟阿妈那时候起头也很难，那她一直就想要传承下去。妈妈有没有跟你讲，那个她生病的时候？生病的时候去开刀，客人去看他，妈妈说他想退休，客人叫他不要退休，你退休了我们要吃什么？原来公司一定要攀升呀。啊，我们做久了也是有一个责任感嘛，因为很多客人，你看那么远跑来信任我们。刘慧文了解，要传承老店不能原地踏步，他甚至报名参加比赛，在桃园上好摊的竞赛中击败百家市场摊位，拿下银牌，也用透明橱窗将熟食与空气隔绝，希望在市场摆摊也能兼顾美味和卫生。其实年轻人不太愿意走多方那个传统市场来，所以我们开始有我们自己要转变，不是随着时代来淘汰我们，是我们是要跟着时代在做进步。一家小小鸡肉摊凝聚了三代同堂的力量，这里看不见跨世代的代沟，只有家人之间彼此紧密相依，共同打拼事业的意志无比坚定。